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 台福天堂在稍早之前公布了最新的 Gamma Coupon 的活动资讯，就是福石它公布了区间啊，区间是2023年的3月2号到5月24号，也就是说今天是最后一天要点上路咯。所以大家如果福石要来赎回的话，记得往上点，点到爆就能赎回了。那它是5月24号维修前嘛，那我们如果以那个韩服的资讯来讲的话，韩服当初他拿到这个福石恢复的 TJ 卷的时候，是在于你 Season Pass 拿到玛瓦的特别礼物的下一个礼拜，也就是说这样子一推的话，有可能台服的改版会在5月31号登场，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预约登录，所以说也有可能会跟韩版不一样的这一个改版的顺序这样子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台服天堂 M Gamma Coupon 的活动资讯抢先报的内容啦。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问你情报，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小 P YouTube 频道，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 M 的朋友们。小 P LINE 的社群也欢迎扫描加入哦。我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B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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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.